一只小蚂蚁说，听说世界上有人的存在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。大蚂蚁说，因为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人。我们去找找吧，或许可以找着。小蚂蚁说，也好。大蚂蚁说，只要我能够亲眼看到，我就相信。于是他们爬来爬去，到处去找人。他们爬到一个小女孩的皮鞋上，大蚂蚁问，你看到人了吗？小蚂蚁看了一阵，回答说，我只看到又黑又亮的东西，没有看到人。他们又爬到小女孩的衣服上去，大蚂蚁问，你看到人了吗？小蚂蚁回答，我只看到许多条线，没有看到人。他们爬到一个纽扣上去，大蚂蚁又问，你看到人了吗？没有啊。小蚂蚁回答，我只看到一个很硬的饼干，没有看到人。最后他们爬到小女孩的头发上，大蚂蚁再一次问，你看到人了吗？没有啊。小蚂蚁回答，我只看到一堆又长又乱的野草，没有看到人。哈哈哈哈，这证明我们是对的。蚂蚁很高兴地宣布。